影帝，影帝是大家抬舉的。其實個演員都有他的鎖匙，他擅長，他拿力最好的某些東西，他幾時遇到一個啱的劇本、啱的角色和埋啱的環境，那個環境包括你身處的環境底下。如果你話有些電影不同的時空出世，可能就沒有這個效果，正正在某些時候出世的時候他有這個效果。那我覺得影帝固之然啦，你話在演的方面就是能夠讓觀眾看到他的變化，但是源於我覺得都是角色緊要一點。賭Sir呢，基本上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電影的爸爸，在香港來說，我覺得 他有嚴，他有那些格子又很舊式的爸爸，罵你但不說什麼原因，他會提你一兩下，做得不好他可以罵你三年，三年都是在說那個話題。我告訴你，我經歷過，我見過。電影是心靈雞湯，一套好的電影，有共鳴的電影 是讓你認識自己，從而改善自己的。我覺得電影這個功能是非常大的。專業啊，專業，我覺得自己就是一種你做嗰件事係，無論你做好多次都好，你仍然去完成佢，不得止，係仲會有追求咯。49歲人生叫咩咧？好似我咁叫羅爆，因為我個生命就係除咗工作、工作、休息、工作，都係在工作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49歲係，當你累積咗咁多年嘅人生經驗啦、工作經驗啦。真的告訴自己知你要什麼咯，我會很清晰問自己哪些真的是我需要的，哪些真的是我自己喜歡的，不要再浪費自己的時間，但是不要自己騙自己了。